这个主殿的那个后花园后面，哎。而且它上面那个带龙的那个山海观开，多尔衮的出兵，好的，丢掉辎重和女眷，南北而立。至此，失联了半个多月的陈元帅，被人买过来，被抢走就被追买。吴三桂这一大老爷们，居然呢就为一个青楼女子搅得天下大乱。可是整件事情就是因为一个女人而铸成的，没有陈圆圆，大明就不完了，清军就会打消入关的念头。后来，吴三桂，但是呢，遗憾的是，遗憾的是，很多时候呢，开始了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，看大量的江南女子充斥着自己的人生。三份过来。Thank you.
是吗？给我们。没了，在你这手上吧。